個音樂木盒咧，喺 Log-on 咧就見得多啦。依家佢就喺香港開咗第一間嘅分店，而且咧有得自己 DIY 一個音樂木盒添，即刻同大家試下啦！依家我就要揀我需要嘅材料去 DIY 我嘅音樂木盒啦。咁我先揀咗我嘅音樂底座先，然後咧就再喺呢度揀埋其他我想要嘅公仔。